那么在家，听到第三号请留言。爸爸，你什么时候要来接我？我等你很久了，今天是我的生日耶，爸爸，你要带我去动物园哦，拜拜。记得去接你女儿哦，别让她担心。其实你已经可以将军了，到底还等什么？我在乎的不是结果，是你的表情。光看你的表情，我就很享受了。对我来说，这比江里君更让我兴奋呢、啊这就是你吸引我的地方。刚刚确实把我唬了一顿顿哦。我想我找到你的同行。她很漂亮，但是有个坏习惯，他会随便开药，是个没有医德的医生。让他医治过病人，只有两条路，不是完全康复，就是全身瘫痪。我喜欢他的手法，还是个女医生呢。明显你应该知道怎么做了。一句话，干净利落。喂，你好。还在吗？想我啊？哦，对了，那你有帮我找吗？找不到。那我今天不陪你吃饭咯。好啦，不闹你了，六点来接我，拜。这个杀手手法真的很残忍。不过多亏有你，王长官。都那么久了，别这么肉麻吧。怎么，见到长官不会敬礼啊？我现在是杀手经纪人。废话不多，
这一次的目标是我精心挑选的，他的手法残忍，而且有是杀手格调。这次的行动，我想应该比上一次容易。先不谈正事，你的女老师呢？你打算什么时候定下来？定下来，我只想快点结束。谢谢。这一代小朋友特别累吧？嗯，习惯了，他们还是很调皮。那我今天带给你东西，应该让你开心一点。你又在搞什么神秘呀？走遍各大书店都找不到这本书，最后那我在旧书摊里发现它。就知道你一定会帮我找到，好吧，今天我请客。这首歌，我记得你那时候还留着妹妹头。哎，那时候很流行，好不好？我喜欢你。啊？什么？我喜欢你，这样讲谁听得懂啊？我喜欢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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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喜欢你。对对对，那是我们在一起第一天，那时候餐厅正放着这首歌，好像拍电影哦。拍电影，所以说你那时候丢联系了？我哪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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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哪没有？